300多米的伊比什超大号牧马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今天来拆箱看看。首先打开包装，拿出遥控器、说明书、充电器还有维修工具，把隔板拿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伊比什超大号牧马人的主体外观。先给遥控器安装电池，接下来给遥控车安装电池。安装电池的时候需要用到我们的工具螺丝刀，打开电池盖，把电池插头安装。安装好之后，电池给它装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打开遥控器，打开车子的开关。好，车子已经自动对好屏。我们可以看到车子是自带灯光的，两个大灯，一个底灯，晚上是非常亮的。还有我们的自带防撞前杠，覆盖装饰、涉水器、雨刷、反光镜、能把手，伊比什超大号，对比一下，尺寸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它是四驱动。它的时速可达到每小时15公里左右，最适合小朋友玩。这是遥控器，这个是控制它的左转、右转、前进、后退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下地测试一下这款车子的性能到底如何。